Hi, Barbie Q. Hi, Kenji. 我准备了一样正嘢送俾你，你一定超中意。系咩啊？就系呢部粉红色嘅 iPhone 15啦。哇，好靓啊！今年嘅 iPhone 15全系列都有动态岛设计，可以正式同刘海荧幕讲拜拜。仲由以前1200万像素升级到4800万像素主镜头，足足高咗四倍解析度。影相嗰阵仲可以改变焦点，影员都可以后期編輯转焦添。再用 CDM 全年漫游衣去旅行，轻松影完靓相，仲可以即刻 upload 上网，真系影得又睇得啊！仲有大家都讲咗好耐嘅 Type C 充电孔。是不是正嘢先？好正啊！我好中意啊 ，Candy。不过我都买咗，系 iPhone 15 Pro Max 啊。Pro 系列嘅机身系首款采用航太等级嘅钛金属设计，系有史以嚟最薄嘅边框。拎上手真系轻咗好多、啊。仲有业界最新嘅 A17 Pro 晶片。即系咩啊？即系你打唔打机啊？唔打。即系打机嗰阵又快又顺咯。喂，你又话你唔打机嘅？唔打。影相有多种焦距可以用，等于一部手机就有7个专业级镜头。拍片仲支援 4K 60 frames 格式添。呢粒 Action Button 可以 set 快捷键，例如可以喺影相嘅同时录一段语音，超方便快捷啊！而且 iPhone 15 Pro Max 独有潜望式镜头，5倍光学变焦，媲美相机镜头噶。好正啊 ，Barbecue！ 但系你都买咗新机咯，我呢部 iPhone 傻嘅，呢部 iPhone 15 Pro Max 系买俾你噶。Yes！ 但系如果我中间有问题唔识用，咁点算啊 ，Barbecue？ 我喺 CTM 买噶，有咩问题可以揾佢哋嘅 Apple Champion Plus 问下啦。万众期待嘅 iPhone 15终于嚟啦！突破性嘅改变，充电口由原来嘅 Lightning 插头转为咗 USB-C 插头，令充电更快更稳定。同时，机身侧面嘅静音掣都转换成一个快捷键，可以 set 熄机啦，或者重开机啦等唔同功能噶，真系好实用啊！而成个15系列全部都配备咗最新嘅动态岛设计。同时 ，iPhone 15全系列更加配备咗4800万像素，影相或者拍片就更加完美啦。另外，15 Pro 全系列配备咗最新嘅 A17 Pro 芯片，支援硬件级别嘅光线追踪功能。外边框亦首次采用咗火星探测仪同款材质，5级钛合金边框，加埋15 Pro 系列嘅无边感设计，系现时市面上最窄嘅边框，成个电话感觉就好似零边框一样啊！今次15系列有粉色、黄色、绿色等颜色，而15 Pro 就有全新嘅原色钛金属同蓝色钛金属。上台出机仲可以即时成为 CTM 专一会会员，享受非凡礼遇。如有任何疑问，可以随时到各大门市找我哋 Apple Champion Plus 噶。